江吼，开主公是伫遐开机的啦。落来前十冬，它伊是四季的分流，就是每两年，它就固定换一个地方。就跟咱人同款的吼，住无定所啦。第十年后，有一个吴胜富开来给咱家管这土地，咱开来主公开来伫遮安居，开来伫遮慢慢啊起庙。到今来多第三十年啊！啊，即个是奉着主公为主，就是玉皇四殿下哦。爱德公讲，要来玉顺，最有可能是咱本庙的大事，也可能是玉皇伯玉皇的大事啦。就是讲要寻求地方哈、哦，为地方祈福平安。杨主公吼，伊落来就是行于祭祀嘛，所以吼每一个月农历的初三、十三，伫本庙有对外，吼、哦，咧讲咧办事，就是帮人解问、受惊，重点是拢无，咱无咧讲会啥物费用，拢总无个啦。当等于多没去办，但过去干是特例。今年虽然说要回去是明，照理讲是明年才要回去的。啊，今年孙公遇到一个科仪，就是要等于做庙复祭复祠。重点伊是要等于照理讲是杨雄的武术，就是双方都养得好，杨雄的。